我们呢刚刚把使用3D 几个简单的操作哈，像刚刚提到的，在这边，哎，其实我这边可以缩放，可以缩放的话怎么做？你在上面这里有没有放大镜？这里你可以用，可是平常我都是搭配我的滑鼠加中间这一支。各位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吧？滚轮往前往后加 Ctrl 就好了。好，这样我要缩放就比较快，好，就比较快一点哦。好，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四个角落，最主要就是这个叫悬空高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好。那今天我这个摆出来之后，请问我可不可以把地板或者是这个换成你自己的电视里面播放内容，换成你自己的？当然可以啊。我们先看一下地板。地板我往后推一点，实际上墙壁也可以换啊，旁边这是墙壁，我先点地板，地板就中间这块，你只要兜兜两下就好了。